仑稻草公益文化节是已经办了好多年了，包括历任的草屯镇长都很支持，长期以来办的都有声有色，使咱草屯哈给一个足好的文化演出的规则，看歌戏的拢较袂做歹人，因为歌戏拢爱教人吼忠孝节义，你对爸爸妈妈都要友好，读书爱认真，做官袂使歪歌，做人爱讲究信用，办好咯爱勤奋努力，这就是歌戏教咱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普通若看歌戏的人会做歹代志，那是足少会做歹代志的，无迄个心来看歌戏，因为歌戏的步调比较慢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基本上我也很喜欢看歌仔戏，对于五六岁啊，就听戏听歌看歌戏。所以明华园的歌戏足好诶，我三十年前做馆长，年外后文化中心全台湾第一间落成诶，我就去用明华园来演出。所以请大家看最好的这个歌仔戏。那明华园是好的团，团店是好的企业，草屯是我们的家乡好地方，南投是南台湾最发展快速的，现在后来居上的很好的一个观光、科技、农业，还有文化创意，将来还有科技研发的一个好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敦义在这里，谢谢各位乡亲多年的照顾跟支持，祝大家健康快乐，演出成功，谢谢。